实现了橄榄球赛，是台北市为了庆祝青年节所举办的29项体育竞赛中的一项。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，本中学大专社会三组展开比赛。第一场中学组，传统性提倡橄榄球运动的建国中学队以28-4大胜开平中学。第二场大专组，师大队以38-0轻取台大。这是他们争球的